此时此刻，我也忍不住了。太大了吧！好惊人哦！不可相信！三二。背肌哈，我现在今天变选美比赛，今天。一，这次回去会被老婆骂。不会啦，不会啦。啊，我们不用管了吧？可以。好。大老爷出的感觉，觉得自己有点年纪，好像有点稍长了。可是你肉体没有输啊，这很辛苦。要到现在这个体脂肪。你那边那么壮，老婆有没有很喜欢这个硬邦邦的？啊，他不喜欢太大只啊。对，可是你精壮啊，他都喜欢的。你在说什么？他说：“现在他是不错，那他也开始有点瘦身运动了。”哦，就被你带那个感染也对对对。那也因此想要再多拼一台嘛，重燃爱火。不要问，可是你不会脱掉衣服在他面前？你很久没在他面前脱衣服了。有洗完澡之后了，帮小孩洗完澡之后，你帮小孩洗完澡，你们睡了吗？怎么了？可以那么喜欢小孩，没有想说一直说服老婆说再生一个啊？生一个真的不是，这真的很难巧的，就是你有一个，我已经真的觉得哇，谢谢。真是神队友。有的时候帮得到忙，有时候帮不到忙。你有被老婆赶出去吗？有啊，被赶出去是有时候就是带小朋友的压力很大，对啊。那我觉得，圈内刚好现在很多爸爸们，我相信大家都跟我有一样同样的压力，因为你要想要把工作给做好，然后你要有足够的时间去陪小孩，对老婆会可能会啊，口气不耐烦，我要出去自由一下。那我就出去，他就真的要我出去，他就坚持多久？差不多一天半了，对啊，很久哎。对，因为其实工作室就在我家附近，刚好用那一天半时间写了一首歌。有歌名吗？叫做《原谅我》。你有跪着回家吗？没有跪，没有跪。那有带伴手礼回去吗？带草莓蛋糕。那今天有唱那个《忘情康丘》吧？刚好在台上一直忍泪嘛，很感动，很多的想念在里面。今天要演出之前，心中有跟小葵说什么话？练歌的时候，每一次练都很多了，很多小的这个小对话、小剧本，我觉得大家要一起想念他。嗯，对啊。